應該都會繼續有雞皮㗎啦，因為我哋下一位嘅就係甜姐。Hello，Hello。不斷去追你的音樂夢，去參加不同的比賽呢？因為我一直很熱愛音樂，我自己喜歡自彈自唱，所以我有不同的平台我都會去，即好像我以前有四年去了不同的國家去 busking 去唱歌，但是令到這個比賽裡面，我覺得我收穫很多。其實今次的比賽又跟你之前參加的比賽有什麼不同呢？不同的就是有一份很真的友誼，即一班很愛唱歌，即沒想過，即都係啦，即年紀都比較年長咗少少，咁就大家原來都有個火喺度，呢件事就真係大家嘅堅持係互相嘅推動咯。咁我覺得友情啦，跟住就係大家嘅火啦，彼此去燃點咁樣咯。即使人到中年咧 ，never too late 啊，有夢想仍然都要去追㗎。咁啊，當然都幾成功啦，係咪？我哋有咁多嘅 fans。算是非常之好啦，再加上咧都係係吸引咗好多好多嘅好歌啊！係透過一個比賽，每一次都係悉心去挑選。有一首咧就係《愛很簡單》，你都有講到話係對媽媽嘅思念啦。咁係咪今日都想令我哋啲雞皮繼續起落去，唱首《愛很簡單》俾大家聽咧？準備好未，傑媽？準備好大家俾你。希望你喜歡這首歌，因為這首歌真的陪伴了我十幾年了，希望你們都喜歡，送給你們愛很簡單。多謝我的 fans， thank you， 堅持。Thank you。 忘了是怎麼開始，也許就是對你有一種感覺，一深深爱上你，也真的很简单。爱到第二天。